家收睇《家庭乐安居》，我是节目主持人胡日轩，同埋我的好拍档。Hello， 仲有我 YoYo 啊。YoYo，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女仔嚟讲，系咪真系好怕冻噶啦？咁其實當然啦，特別係依家咧冬天嘅時間咧就特別凍嘅，所以咧真係咧好想屋企咧可以暖啲嘅。同埋咧就係我有個問題想問多你一次嘅。嗯，你係咪覺得洗衫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咧？通常啲女仔都會係咁樣講嘅喎。其實咧我都會平時都會做家務啦，咁但係咧洗衫咧最麻煩嘅咧就係晾衫嘅時候啦。咁、即係可能堆堆埋埋好多衫，咁晾唔切喎，又唔知可以點喎，其實咁樣。即係想佢快啲乾。嗱，今次咧，我哋咧揾到兩位專家上嚟啊，就分別咧就係阿 Ivan 同埋 Clement 啊，兩位你哋好啊，係啦，我想問一下，首先問咗一個問題先，就係話女士嘅一個大難題，成日都話手腳冰冷，咁尤其是係咯，好凍嘅，咁尤其是同埋咧就話今年咧就話個天文台咧就預告咗少少啦，就話今年嘅冬季咧就特別凍嘅，就有時咧可能其實唔止女仔，有時男仔咧有時都會驚嘅，有時話喺屋企咧會突然間話好凍啊咁樣。突然間要揾啲應急嘅措施，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市面上有好多呢啲家庭式嘅即係啲產品咧，就絕對係一啲偉大嘅發明嚟嘅。我會覺得即係咧幫助到大家咧嗰個家居咧就非常之舒適啦咁樣。先問一下呢、這個保暖嘅一個問題先，又問下 Clement 先。其實咧，即係喺市面上咧，其實有啲乜嘢嘅產品可以適合我哋家居用咧？譬如話啱曬我哋啲可能話即係好怕凍嘅人士啦嚇。你啱啱提及到啦，就天文台都預測今年就特別凍啦。咁其實你話家居保暖嘅就非暖爐莫屬噶啦。咁其實就講一講解暖爐啦。咁其實而家市面上咧，咁暖爐可以分三大款啦。三大款。咁第一款咧就係叫做熱風式嘅暖爐啦。咁第二款就係沖油式嘅暖爐啦。咁第三款就係輻射式嘅暖爐啊。咁呢三款都應該可以幫你令到你啲有啲手腳唔凍啊，入唔凍啊咁樣啦。呢個電暖爐咧係用啲咩方式去發熱嘅咧？其實三款有唔同嘅發熱方式，即係點樣嘅一個結構嘅咧嚇？咁首先講咗吹風式先啦。咁其實而家香港市面咧吹風式就都幾普遍嘅。你講咁其實佢嗰個咧就係將你機入邊嘅發熱線啦，就加熱，咁就再配合一個內置嘅風扇，咁啊將入邊啲熱風就喺機入邊送出嚟嘅。咁吹風式嘅基本形式就係咁噶啦。咁第二種嘅沖油式咧，咁佢就喺一個密封入邊嘅真空管入邊就充滿咗啲加熱油嘅。咁另外咁佢發熱線就會將入邊啲油就加熱就循環，就透過啲熱力咧就透過個機殼散發出。室內嘅，咁就導致一個叫做好似叫做冷熱循環對流咁樣啦，熱空氣向上升，凍空氣落翻底咁樣一個循環，咁喺室內做到呢個效果嘅。咁仲有一種就係叫做輻射式，就係透過發熱線啊或者石英管啊，就產生一種紅外線。咁紅外線咧就透過佢部機嗰個叫做反射罩，就反射翻出嚟嘅，咁接觸到物體啊或者體温咧產生熱量嘅，咁就基本上呢三種嗰、那個發熱模式係。最多人用是哪一種呢？其實如果這樣說的話很難說最多人用哪一種的，因為看看你家裡的環境需要的，每一種產品都有它的長處有它的短處，就是最重要就是買適合一隻你適合的產品，適合你家裡用適合你的人用樣。我有個疑問，有時呢很多時候譬如說女士呢在冬天洗澡的時候很怕凍，其實你剛才所說的以上那三款的一個電暖爐，其實哪一款是真的可以適合在個浴室入面使用會比較多一點的呢？如果這樣說呢，個重點不是這三款哪種的製，即是那個叫做發熱形式，重點你放在個浴室用呢，你一定要是要達到一個叫做個防水國際的標準的 IP24 這個的。反而有沒有這個功能呢？反而有沒有這個標準安全標準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哪一種發熱的模式咯。因為說真的，你用暖爐第一你是要產生到熱，自己舒服，第二是安全最重要。我想問一下，因為有很多朋友仔都始終買完這些電暖爐回家的時候，可能都會就不是特別懂得怎樣用，可能是錯誤地使用，其實錯誤地使用嚴重起上來會發生什麼的意外呢？普遍其實用電暖爐出現的危險性基本上
不離開兩樣，第一樣就辣親，第二樣就係漏電走火。咁、其實基本上最大係呢最最多最有機會就係、是、呢兩樣。咁、其實你表面一個好似開咗嘅電暖爐，冇乜殺傷力。咁、但係你俾細路仔接近佢，都好容易會辣親嘅。表面冇殺傷力嘅電暖爐、都可能會辣到細路仔嘅。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呢、這個真係要小心，呢、這個係咯。但係點樣去注意呢？其實即係避免呢啲事發生。如果咁樣睇啦，先有幾點啦，去睇一睇啦。咁第一樣咧就係你擺電暖爐嗰個位置啦。咁基本上就梗係唔好擺喺啲走廊位啊、路口位啊，因為你好容易俾佢踢到而翻低噶嘛。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咧就係、當你離開個室內，咁最好就將個電暖爐關機啦。呢、個一定嘅，你冇人睇住部電暖爐嘅，可能會有啲嘢吹咗入去啊，會著火啊，會呢樣嘢就冇人睇住啊，最好就熄咗部機先離開室內啦。咁第三咧就係、電暖爐就最好唔好擺喺啲窗簾啊、易燃嘅嘢附近啦，因為啲風吹起嘅時候可能會黐咗埋去佢發熱嘅部分啊，咁亦都可能會有一個失火嘅危機啦。咁、其實仲有兩三點咧就係、電暖爐普遍嚟講係一個、用電量比較大嘅產品嚟嘅、最好唔好用拖把，唔好用萬能插蘇。咁啊，呢個係最好噶啦。嗱，呢啲大家都要注意下。咁、我通常咧有好多時有啲朋友仔咧就會覺得啦，即係話，屋企好多電器喎、咁跟住之後咧，但係又唔夠插蘇用啊，咁跟住就係咁拖板拖板，一拖一拖幾個都試過，咁所以其實就好容易發生呢啲意外啦。即係Clement 咧都已經係叫大家注意翻、或者咁樣講咧，有啲朋友咧就話其實真係怕凍得好緊要。咁其實你建唔建議大家真係開住暖爐嚟瞓覺，其實都會唔會因為咁樣而發生危險，定係話都會某程度上話使用嘅時候，其實都應該有一個若干嘅一個時間，就需要咧就要停一停佢，即係可能都會因為始終佢都係一件發熱嘅產品，會唔會話真係有一個特別一個 standard 嘅限制嘅使用時間嘅咧？或者可能話好似以前嘅一啲即係比較舊式嘅風扇咁樣，可能話即係開得耐啲，又會驚佢啲入邊嘅零件會過熱而產生話好容易會有故障咁。其實而家嘅電暖爐會唔會有呢啲嘅因應翻一啲特別嘅設計，可以話俾大家長時間使用咁樣嘅咧？其實如果如果你憂慮個安全性問題咧，而家你在香港市面買到嘅電暖爐啦，基本上都已經係合乎曬安全規格嘅啦。咁其他牌子我唔知啦，咁我哋公司嘅牌子已經合乎安全規格，咁安全上高已經係做曬有保障嘅啦。咁你個問題就會唔會開得太熱，咁令到入邊啲機器過熱而會著火啊，會有啲咩問題咧？咁其實電暖爐入邊咧就會有一個叫做過熱保險掣嘅，咁有個保險掣嘅。咁當佢感覺到入邊啲機器過熱嘅時候咧，佢就自己會自斷嘅電源，就停止再發熱嘅。就熄㗎啦。係啦，咁呢個大概嗰個時間幾耐到咧？即係可以用一個電暖爐嘅時間，最長係幾時？安全性就唔會有問題嘅，反而係譬如你好似你啦，會唔會驚開得太耐啲皮膚乾啊、唔靚啊，第二朝起身？即係呢個要注意。呢個就要注意，因為咁你就會變咗係可能喺揀你電暖爐嗰方面，就啱啱提及嗰啲吹風式啊，或者沖油式嘅咧。咁如果你想長時間開，夜晚瞓覺開嘅，就可能你會揀翻沖油式會好啲咯。哦，我都想問啊，對皮膚好啲，咁用邊只好啲咧？咁乾啊嘛，即係女士一種嘅貪靚。靚啊嘛，係啦，插曬皮咁點算咧？明白。其實頭先我哋介紹過以上呢三款嘅呢個電暖爐嘅時候啦，咁其實嗰個形式係點樣咧？甚至乎咧，佢哋有個靚樣係點樣咧？嗱，今日咧兩位咧都帶咗啲相片上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噶，都可以咧睇一睇相片。咁究竟咧呢三款嘅呢個電暖爐咧係咩形狀啊？嘅係啦，幾有型啊！擺喺屋企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咧，即係呢一個點綴啊，係啦。這個、呢一個咧就係啱啱所講嘅，啱啲靚女用噶啦，夜晚瞓覺就沖油式嘅電暖爐。咁佢就入邊咧就係啱啱提及過噶啦，就係、是、真空，係密封真空，就加咗加熱油，咁令到啲熱油加熱咗之後咧，就產生熱量散發出嚟去室內嘅。咁佢就行緊，你會見到其實因為呢一隻咧就行緊一個叫做冷熱對流嘅作用啦，咁就會比傳統用開嘅風機咧就嗰個加熱嗰個速度會慢少少嘅，但有見及此，其實喺嗰個產品嘅開發嘅時候咧，已經再額外加多把風扇，就有少少一個風扇，即係好似一個風機嘅形式，就用嗰啲風吹啲熱風出嚟嘅，咁啊希望將嗰、那個即係加熱嗰個時間就加快嘅，咁呢一咁就可以減少咗，即係譬如你話風機令到你皮膚乾燥啊咁樣嘅情況出現咯。嗱，我見到呢一款啊好特別啊，呢個係咩嚟嘅咧？呢只成日我
哋就叫做嘅碳影爐啦。嗯，影爐好多人嘅屋企咧就會覺得擺一嚿啱啱嗰啲咁嘅沖油式嘅電暖爐好似唔係好靚喎。係，我屋企又講緊 design 啊，講緊啲邊個 standard 呢啲嘢。係。咁佢哋會就好似喺外國咁樣咧，就有一個火爐。咁但係問題係，你從呢啲火爐傳統喺外國啲火爐，有煙通俾你走啲油啊出屋外噶嘛。咁就有件及此咧，就嚟一隻有一隻咁嘅產品，就係、是、用啲叫做 optic frame， 就係叫做碳影爐係假火嚟嘅。假火。咁你插咗電啦，咁啊好似一個火爐咁。係。咁有啲火，咁你著咗燈，咁跟住就會有，然後會有暖氣出嚟咁樣咯。呢、這個真係好適合啲咧，對屋企設計有要求嘅嗰啲人。係啦。其實通常都係嘅，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即係中意咧，即係可能話去完外國讀過書嘅，跟住翻翻嚟嘅時候咧，就仲想揾翻嗰種感覺嘅時候咧，呢、種嘅設計就絕對可以幫到佢啦。即係呢一種嘅設計上邊咧，咁其實咧即係好靚啦，一來好靚啦，二來咧。就俾人哋個感覺咧，就好似外國 feel 啊，好好啊嚇，同埋就係話即係絕對令到大家咧，即係置身於外國嗰種感覺更加咧，同埋就係話都會有一種 warm 嘅感覺啦。即係始終咧，係啦，即係始終俾大家咧，好似我住緊一間大屋就好温暖啊，嗰種感覺就非常之好啊，係啦。咁原來咧選購呢一個電暖爐咧，都可以有咁多個學問噶，俾大家消化一下先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家庭樂安居啊！室内设计源于生活艺术，方便你日常所需，优化你家居环境，表达你对生活的品味。喜意家居设计20多年来室内设计装修工程经验，尽心尽力为你打造喜意家居，喜意生活。涉猎细致影像。全新2000万像素 Samsung NX200。小朋友花好长嘅时间喺书台上应付功课同考试，一啲根据人体工学设计嘅儿童桌椅，可以配合佢哋嘅身高、手长，调校适当嘅高度同斜度。另外，座椅就可以调节高度同深度，咁样对小朋友嘅脊椎成长都有正面嘅作用噶。FreeMax 保护你脊椎嘅人体工学工作站。刺激品味触觉，紧贴潮流脉搏，发放最 in 资讯，同你一起享受生活。Quality of life， 走在时代尖端，同你一起创造优质人生。民以食为天，食以美为先，身处美食天堂，各地佳肴随手可得，带你摸罗鲜味菜式，教你精致烹调秘方，大饱口福，记住黐住我 Martina 就食得开心。美艳重新绽放，为人尽显光芒，发放扮靓资讯，分享美容心得。由男女容颜护理到衣着打扮都一一为你搜罗，你的专业美丽顾问扮靓事务所。B B 出世啦！迎接小生命的来临，要怎样做一个健康的孕妈妈呢？ B B 出世之后又要怎样照顾身边的小朋友啦？同你分享护理妈咪的方法，同埋话你知宝宝成长的心得。好月子培育有限公司特约月子好宝宝是一个全方位共融的亲子节目，同大家共聚温馨时刻。全新电视频道 A Plus 优质生活台，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享受理想生活，健康饮食，高消费娱乐，金融财经，时尚潮流，品味消闲，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玄学宗教，宠物护理，名人专访，启发你的思维，扩阔你的视野，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由 A Plus 开创。
繼續翻返嚟家庭老安居，我係節目主持人胡日軒，同埋我嘅好拍檔啊，繼續有我 Yoyo 噶。好，咁繼續咧請翻我哋兩位嘅嘉賓出嚟先啦，就係、是、分別係阿 Yoyo 隔離嘅就係 Evan 啦，同埋喺我身邊嘅就係 Clement 啦，兩位你哋好嚇。嗱頭先咧，我哋就請教咗阿 Clement 咧，即係解釋我哋誒呢個俾我哋聽咧，就點樣去選購呢一個好嘅電暖爐啦。咁另外咧有個難題咧，就係話我哋成日咧洗衫係一個大難題，尤其是我哋啲男仔好中意咧，就係話甚至乎我哋咧，即係可能一個人住咧。就好中意話一個禮拜啲衫就草草埋埋一次過嘅，跟住但係咧分分鐘就大件事啦！一洗完之後咧又要等佢乾，又等佢乾啦，咁樣麻煩。但係對於我哋女仔嚟講咧，就未必係一次過咁多衫啦。但係嗰啲毛衣啊、冷衫嗰啲咧，又唔想拎去即係又唔想下下都拎去洗啊，洗衣鋪洗啦，又貴啦咁樣，係咯，即刻揾阿 Ivan 打架話我哋先 ，Ivan 有啲咩可以幫下我哋手啊？其實啊，現時話喺個市面上乾衣機嚟講，主要分兩款咧，一款啊叫做冷凝式咧，一款叫做熱風式嘅乾衣機，咁兩款唔同。咁當然話熱風式嚟講就最普遍嘅，暫時嚟講，咁佢個乾衣量咧可以由三公斤去到十幾公斤都有嘅。哇，咁犀利！咁視乎翻嗰個實際個環境嘅需要啦，如果地方細嘅用啲細嘅乾衣機咧，咁但係話乾即係熱風式嘅，當然有個唔好處就話佢將啲熱風吹到喺室內裏面，咁你一係就話用調校引導到啲風吹出室外咧，或者話喺個室內裏面做呢個啲熱風散出嚟。咁當然話佢有個問題唔好嘅話，可能會將啲濕嘅空氣啊帶到成間房都會比較潮濕啲。咁但係除咗之外就話一隻另外叫做冷凝式嘅乾衣機啦，咁就會將呢個熱風即係濕嘅空氣嗰個問題咧就解決咗，就唔會有呢個問題產生出嚟。咁現時講嘅市面上主要都係分開呢兩種嘅乾衣機為主咯。咁好似我同阿 Yoyo 呢一啲咧，咁有時可能都會即係怕凍呢啲咧，即係著衫都會比較多啲，或者有時咧可能就話頭先阿 Yoyo 都提過話冷衫啊，或者毛即係嗰啲大褸啊嗰啲咧，即係通常咧有時我哋都會覺得。可以有時都會某程度上，就算冬天有時都會試著污糟咗嘅。咁但係咧，我哋一洗完之後咧就大件事啦，好難乾嘅。咁其實我哋用到呢個乾衣機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喺嗰個時間上面嚟講，會唔會真係可以方便我哋好多？你一般嚟講，我哋乾呢啲毛衣啊、大褸啊呢啲，我哋需時要幾耐到咧嚇？如果話一般嚟講啦，乾冷衫就好少人放喺乾衣機，因為始終乾。冷衫唔同，會縮水嘅程度比較犀利啲。哦，但如果一般日常嘅衣著咧，嚟用乾衣機咧，大約個零鐘頭到啦。個零鐘。咁視乎翻你啲衫嘅個份量係幾多啦？如果你嘅乾衫個唔係話一般嚟講四五公斤嚟講，我諗一個鐘頭鬆啲到啦，咁你可以乾一機嘅衫。真係好方便咯。咁其實乾衣機可能喺嗰啲外形上面咧，會唔會話分幾款咁樣㗎？其實主要就話現時講嗱，譬如細啲嘅乾衣機啦，咁去到三公斤嚟講咧。咁其實而家好方便嘅，你可以放喺地下又得，掛喺牆都得，因為其實掛牆都得。掛牆嘅乾衣機，因為香港你啲地方比較細，係啊係啊。有陣時你部洗衣機擺咗喺下邊，咁你上邊啲空間可能係冇嘥咗，冇用嘅喎，咁就會落嚟掛喺度咯。咁你一樣係可以做到，即係掛部機度用呢個乾衣機，咁可以慳到好多地方。哇！你突然間見到我隻眼發曬光，係啊！我終於好，終於可以咧唔使愁啊！我會洗完一個禮拜嘅衫咧，終於有方法乾啦咁啊！其實係咪真係即係而家呢個市面？上出咗呢一個真係，即係我哋咁多年嚟啦，即係呢個暖呢個乾衣機嘅呢一個設計咧，即係方便咗好多嘅一個我哋都市人啦。咁其實喺銷情方面，會唔會真係即係越嚟越多人去選購咧？其實邊款會比較多啲人買多啲？而家都不斷都多人去選擇乾衣機，因為始終個地方限制到啲人，即係乾唔到衫，又晾唔到衫啊，咁唯一選擇。就用乾衣機啦，咁都係比較會細 size 啲啦，即係四公斤、五公斤嗰啲會多啲選擇咯。咁因為個佔嘅地方唔大嘛，咁又可以乾到你一般。洗完的衣服都可以一次過乾曬去。其實都係啊，可能咧普遍香港嘅即係啲住宅啦，咁要可以俾我哋乾晾衫嘅位置其實真係唔多。咁如果有部乾衣機咁啊最好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哋用呢一個乾衣機嘅時候咧，我想請教一下啦，有啲咩地方咧我哋需要注意嘅呢？注意就話其實你用乾衣機就主要啦，你乾嘅衣服那個本身嘅質地唔好係有啲。
塑膠的嘅物料嗰度啦，因為始終佢都係用一個發熱嘅形式去乾衣。如果你温度高嘅，可能會變，將你啲衫可能變形啦。因為有啲衫係啲塑膠質地嘅，咁但係所以就要留意啲，或者話你應該睇翻個件衫本身你啲物料嗰個標籤，可唔可以適合翻放翻喺個乾衣機裡面去用？係係。譬如有時啲羽絨啊，咁可能你都要睇清楚，咁係咪擺落個乾衣機裡面用咧？咁都係一個要留意嘅地方。其實呢個都好方便㗎啦，因為咧而家啲衫咧普遍咧都會喺後面咧，咁就會話俾你聽可唔可以擺落乾衣機啦咁樣嘅。同埋而家有好多嘅質地啦、物料啦，即係各方面呢啲嘢咧，都因應翻都市人啊，因為咧明知道大家咧就係冇時間去洗衫㗎啦，因為咧方便大家可以咁樣去著衫嘅時候，亦都可以咁樣洗衫啦，同埋乾衣嘅時候咧，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解決我哋啲繁忙都市人嘅一個方式啊。嗱，或者咁樣啦，今日咧咁啊 ，Ivan 咧亦都有帶咗啲相片上嚟咧，俾大家睇一睇噶。咁究竟咧，即係我哋咧，即係可以方便咗我哋家居嘅呢啲咧，即係慳好多時間嘅乾衣機咧，究竟上面咧嗰個設計上面咧有幾咁型仔啊？大家可以睇一睇啊！呢一款就係個懶形式嘅乾衣機啦。咁你見到一個中間一個好大大四四方方嘅門啦。咁你反而放啲比較大啲嘅衣物落去，或者你床單都可以嘅。咁你見到上面咁有一個即係。左上角啊，咁有個好似櫃桶咁樣，好似洗衣機嗰個放間粉兜喎。其實嗰個係喺度載翻啲你抽出嚟嗰啲水分嘅。咁另外咁當然可以就話，你可以就話直接駁翻落水嗰度，自動幫你去睇水，佢就唔需要再倒水啦。或者你冇去水嘅位置嘅，咁你都可以用翻嗰個兜去載翻水，跟住你去水滿嘅，咁佢會提示你，咁你要倒翻水咯。咁呢種就係一個懶形式嗰個乾衣機。咁通常懶形式嚟講，都會係去。個功能上比較多啲，就係話佢就唔會因應翻你嗰個衣物而去話去乾翻個成個時間啊，佢自己要 control 嘅，就唔需要話你去慢慢去校個時間制啊，去令到佢唔知乾幾耐啊。因為有陣時佢靠個 sensor 去控制個乾衣機咧，咁就會話唔會令到啲衫你。乾過濃，咁就會乾得時間長咗，就會變咗啲傷痕、啲衫嗰啲纖維咧，就會比較會容易啲潮咯，同埋話你用嘅電費都比較多咗，咁所以話有自動嘅感應嘅，因為佢 send 個濕度嘅，咁就會比較容易啲自動化啲，咁完成個過程都係佢由佢自己因應翻你選擇嘅濕度而去控制翻成個過程咯。咁都幾好，可以完全唔使理佢，有得佢自己喺度定。係咯，佢又自動識同我停，哇！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嚇。嗱，另外一款咧，我就見到咧個形狀咧都好型仔啊，係啊。呢款就係叫熱風式啦，咁呢個就比較細小啲嘅，咁你見到就可以就掛喺牆上面用啦，或者係坐喺地下都得嘅，咁就方便一啲比較細小嘅地方去用啦。咁就佢一般嚟講就會有一條散氣喉駁翻喺部機嘅後邊，然後令到你將條喉放翻喺可能駁翻喺出個室外啊，咁啲熱風就唔會吹翻喺個室內裡面。哦，咁就唔使影響到。咁就唔會話令到間室內裡面會話好濕啊，啲空氣喺濕嘅空氣喺曬間房裡面啦，咁就會比較一樣咧，咁方便嘅。同埋我好中意佢掛牆嗰個設計，好方便，係啊，慳位可以。我想請教一下 Ivan 先啦，譬如話好似我自己單身寡佬啦，就一個人就冇乜所謂啦，就揀架最細嘅乾衣機就 OK 啦。但係好似有啲朋友仔就話三至四人家庭啊，五至六人家庭呢一啲，其實要點樣因應翻去選購一個比較即係合適佢哋屋企嘅一個 size 㗎啦。其實我一般嘅家庭嚟講，選擇一部五公斤至到七公斤咧，都絕對係夠用。適合佢哋嘅個乾衣嗰個需要噶啦。咁其實乾衣機頭先講啊，除咗話坐地個擺法之外咧，或者掛牆，咁仲可以就話你可以搭喺部機。如果你話用緊啲前置式嘅洗衣機，可以搭部機上面，一樣係好慳位嘅。咁可以咁樣可以揾咗咁樣搭住。哇！咁就調翻你咁本身嗰個需要，其實因為本身乾衣機都有好多個安裝嘅方法，去配合翻個人客嘅需要咯。咁其實咧，而家乾衣機咧，可能都有好多款式啦，即係市面上都有好多嘅。咁其實喺揀呢一個乾衣機嘅時候咧，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教下我哋咧？其實頭先要調翻你自己個位置嘅啫，即係你都係揀位置主要為主，咁咪一般嚟講可以俾你。即係如果地方許可嘅，用個冷型機最好啦，因為始終令到個房間唔會話太過熱，同埋太過潮濕。咁就話，如果一般嚟講，都要應翻你自己個 size 去決定翻你揀咩款式咯。
咁每個人都唔同。係咯，可能話有啲朋友仔可能嗱啱啱咧，即係呢一個夏天就已經算係差唔多走曬啦咁已經話轉季啦咁樣，咁我哋咧應該咧都應該勞師動眾好多呢個短袖衫咧，就一次過諗住咧就再洗多一次，跟住之後咧就要轉季啦，攞翻啲長袖衫出嚟著啦咁樣。咁可能咧因為都比較多啲衫，其實喺個使用方面會唔會話都係因應翻？譬如話我哋已經乾完一次機，跟住之後我哋會唔會話可以喺短時間內再乾一次咁樣？有冇話一個時間咧要我哋注意翻嘅咧？其實就冇乜特定話你可以用幾耐嘅，一般乾衣機你其實好似洗衣機一樣，你都一日可以洗好多機嘅衫都得，冇問題。因為你唔係話長時間做呢個動作，不過可能係某一個轉季嘅時間，你會可能洗多啲、乾多啲，咁呢個就冇乜對部機嚟講咧，就冇乜大嘅問題嘅，一樣可以你一日乾幾機衫都一樣都可以做到。嗱咁我就放心啦，因為事關有時我洗衫咧都比較洗得多啲嚇。嗱今日咧就真係學到非常之好，非常之開心啦，學到好多嘅嘢啦。咁首先咧再一次多謝 Ivan 啦同埋 Clement 啦，同我哋講解咗咧關於咧原來咧呢個暖風機啦，即係電暖爐啦，同埋呢一個嘅乾衣機嘅一啲嘅效能啦，原來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冬天咧，同埋咧我哋洗衫啊乾衣方面咧就係咁多嘅一啲好處噶。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想知道咧更加多嘅資訊嘅話咧，或者咧想重温我哋嘅節目咧，就不妨抄低我哋以下呢一個網址啦，就係www.apus510.com.hk 或者咧用你哋嘅智能手機就係上到去 App Store 嗰度咧，就係 search 我哋 Apus， 下載我哋嘅應用程式咧，隨時隨地都可以重温我哋嘅節目啦。再一次多謝兩位同我哋講解咗咁多，係啦，我哋今日咧家庭樂安居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同樣時間再見，拜拜。设计源于生活艺术，方便你日常所需，优化你家居环境，表达你对生活的品味。洗意家居设计20多年来室内设计装修工程经验，尽心尽力为你打造洗意家居，洗意生活。叠叠罕见火锅配料，配以惊喜创新汤底，火锅的一哥，首选宝哥火锅。Quickstep 环保高科地板原装比利时入口，安装方便，容易打理。如有任何查询，欢迎亲临快易店。刺激品味触觉，紧贴潮流脉搏，发放最 in 资讯，同你一起享受生活。Quality of life， 走在时代尖端，同你一起创造优质人生。为天，食以美为先，身处美食天堂，各地佳肴随手可得，带你网罗鲜味菜式，教你精致烹调秘方，大饱口福，记住黐住我 Martina 就食得开心。美艳重新绽放，护卫人尽显光芒，发放扮靓资讯，分享美容心得。由男女容颜护理到衣着打扮，都一一为你搜罗。你的专业美丽顾问，扮靓事务所。B B 出世啦！迎接小生命的来临，要怎样做一个健康的孕妈妈呢 ？B B 出世之后，又要怎样照顾身边的小朋友啦？同你分享护理妈咪的方法，同埋话你知宝宝成长的心得。好月子培育有限公司特约月子好宝宝是一个全方位共融的亲子节目，同大家共聚温馨时刻。回到家就梗系想有个安乐窝啦，我哋会用不同的角度为你打造一个写意空间，令你梦想成真，还会带你一家大小由室内玩到室外，增进亲子感情，乐也融融。我哋的家尽在家庭乐安居。全新电视频道 A+ 优质生活台，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享受理想生活，健康饮食，高消费娱乐，金融财经，时尚潮流，品味消闲，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玄学宗教、宠物护理、名人专访，启发你的思维，扩阔你的视野，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由 A